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给各位预告一下下面的赛程，澳大利亚对阵加拿大将是即将到来的比赛，那么接下来是墨西哥对阵日本，以及最后的一场德鲁对阵德鲁联队对阵这个意大利队。这个姜母店当中有两队非常会飞的球队，一个就是即将要登场的这个加拿大队，另外一个就是加拿大最后一场登场的德鲁联队。好，比赛准备开始，来，两队停止练习 ，Stop practice。哇、wow, ！准备开始比赛，一米三也可以扣篮。裁判，请准备。不要再扣了，不要再扣了。来，准备开始比赛，这一场加拿大对阵澳大利亚。从肌肉线条上来说的话，加拿大略显胜出啊。来，接下来这场比赛，澳大利亚对阵加拿大的淘汰赛即将开始。哦，残暴的加拿大，拜佛。拿球的这位名字叫做 Lewis， 在昨天的在早上的这个排位赛呢，是表现得非常不错。Two, one， 外线一号，身穿这个黑色球衣的是加拿大队，白色的是澳大利亚。我觉得对付加拿大这样身体条件非常疯狂的球队，要打得更加聪明一些。但这个球刚才投得不太聪明，这个投篮仅用了0.01秒钟。转身，没有。我觉得看过加拿大之前的比赛，我有一个判断，就是他们是身体加强版的美国队。身体加强版的，我觉得是，不是德鲁联队，是美国队，是身体再加强变态版的美国队，差不多。但是因为在之前的排位赛，他们在外线没有一样没有什么作为，没有什么外线，对他们来说不需要外线。这边33号投中一记中投。而且我记得很清楚，加拿大的排位赛两节都是达到15分打爆，而且用时只有被打爆，被打爆啊！对，我说澳大利亚，我说加拿大啊，当然，我们还在同一条线上吗？我们还在同一个直播频道吗？好吧，一个被打爆两次，一个打爆人两次，这两个队在一起，这个结果是不是可想而知？走步 travel，
一号 A Smith 啊，被冒下来，被传到内线，非常好的分球，看看六号 Lewis 漂亮，换手上篮。我也梦想着跳起来上篮的时候可以换很多次手，对，是不是？空中可以踢很多次脚。啊！澳大利亚外线的投篮，澳大利亚还在尝试外线的投篮，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。Sub， 换人。我听到有人叫我名字。欧洲部，分球，突破，还是六号 Lewis 拉开后。如果你不能在空中停这么久，建议不要做这个动作。你要想要做什么动作？直接扣篮吗？三四号，哎，这个突破很强硬，感觉这个打法和加拿大有点像，非常不错，还是能拿到篮板，但是丢球了。Lewis 背传过来，给的很残暴。Smith 啊！我就知道跑起来肯定有事要发生。Time out， D. Smith， 澳大利亚请求暂停。这个怎么能用残暴来形容呢？我就用网友的话，还是六六六六六六。这已经进入狂暴的状态了，已经。大家要知道，加拿大队在排位赛就是这样，用不了五分钟时间就把对手十五分打爆了。到了这个淘汰赛，想不到还是这样，还是这个结果。比赛继续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0-8。澳大利亚队很尴尬的，到现在是一分未得，还没有一球开张。我总预感一个，还让对方很好的点燃了观众的情绪。是，我觉得有一种预感，34号可能会第一个开张。现在轮到猜谁先得分这个游戏了。34，我猜34。刚才这是什么情况 ？Airball 吗 ？Airball， 哎，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？你要知道，职业篮球罚球有 Airball。只有小乔丹同学，小乔丹是绝对接球界也必须有，谁知道吗？发球刚才那位吗？好，发球 Airball， 30号，鲁峰你猜的啊？我猜的，先得分，我猜的，哎，哦，跟你想的有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助攻的 ，OK， 刚才这位队员空中换手了，换手换了四次，空中换手换了四次，他大概有四只手。45号篮下又是不中，2-10，给到这边8号威廉 foul， 在面对加拿大的防守，澳大利亚显得非常软弱，无力的进攻可能没有办法再得到更多的比分。一发不中，很可惜，一发没中。第二发有 ，Sub 换人，换人 ，A Smith， 哎，这个残暴的小后卫出来了。又是把球给到这残暴的小后卫六号 Lewis， 这最重要，对于加拿大这个球队来说，哇，连续的黄豆造成了犯规。我刚才没说完啊，对于加拿大这球队来说，他们投不进，他们的二次进攻的机会拿得非常好，是，也就牵到篮板几乎都是让他们自己给抢到，全部是，就是你有种感觉，你在跟一个球队打球，对，他一直投不进，但他一直抢到篮板。直到把球塞进篮筐，他才离开。这非常讨厌。这个太伤士气了。这非常讨厌。有。3-11。
Give me the ball。三十号核心球员，三分。没有，这个你的预测还没来呢。还没有来。你就预测他什么时候得到他自己的第一分吧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对他的信心不是。哇、哦，这边残暴的小后卫三分球。加拿大的三号后卫 Alex。好的，这边找到底线的队友，差了那么一点点。下篮板，抛投，再起，还是没有。其实澳大利亚每次就是差那么一点。给到中间，漂亮，再传，哇，这个盖帽也非常不错，成功的阻挡了对方的进攻。推进速度有点缓，哦呦，哦，这个是传球吗？哦，对，它是个传球，这，你知道这是个传球，澳大利亚的打法。这是个传球，来自澳洲的打法。沃森，漂亮，这球打中。OK， 第一节比赛结束，加拿大队16-5打爆对手，拿下第一节比赛的胜利。这个和早上剧情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非常温柔的就结束了比赛。好，既然来到中场，要继续送礼了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江湖探推出了很多相关的产品，这一次要送。可能吧，但我希望澳大利亚打得再强硬一点。第二节比赛开始，我觉得澳大利亚需要有一些改变，才能够应对这种非常被动的局面。Number three， Alex， 哎呦，哇吼，但是点中。我觉得加拿大队在第一节知道对手的实力之后，现在开始要进入他们一个表演的时间了。这边又是 Alex， 看看，哇，这一下有点实在太远了。漂亮的传球，这边不错，澳大利亚打出了自己的节奏，打聪明球，真的很酷啊！又来了，背身，六号 Louis， 再回到上面 Alex。晃动之后往里面突，啊！不过真的蛮酷的，刚才他好像蹦晚了，我操！澳大利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扣响。刚才两次的空接，这个空中的配合 ，Alex 可能把这球抛的有点太高了，实在太高了，可能平常可能能够抓得到。哎，当然不会。哎，崇伟又回来了啊！快，赶紧跟我来打个招呼。哎，线上朋友回来了。刚才惊心动魄的比赛，差一点就赢了。我们现在把重心，但是已经打得很好了，但是已经打得很好了。我们现在把重心放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上。是。澳大利亚的外线三分球一个 air ball， 这边33号，没有，也是没有投中。啊，手太长了。掩护34号面对大中锋，左手的挑篮漂亮，一条龙，一打五，来，看到没有？你的预测到了，一打五。澳大利亚我最欣赏的球员34号，球员看球员还是不一样，预测的对，这下半场预测对了。哎，哎呦，直接切到内线，啊，完蛋，15号，对于加拿大来说，他们这样的球队，这样的传接打得非常多。而且
你要是跟不上他的速度，很难防，真的，无法防住。哎，魏想断，又是断球 ，Alex 残暴的脚后要扣篮，三个要扣篮啊！哎哎，刚才传球力量大，讨厌了，现在连上篮都上不进，这个讨厌了。Timeout， 刷了一个篮板的数据。这个加拿大队教练不太满意的，肯定不满意的。我们表演也没表演好，上篮还上不进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等下出去罚站，为了一个篮板嘛，多刷一个篮板，过去多刷一个数据嘛。加拿大昨天就是我的对手，我们被他们血洗，第一节被他们血洗。我们幻想一下，这个加拿大和德鲁联队两队打球会有什么感觉？基本上就是飞来飞去的，是在空中，在三楼作业的，对，也是在飞，在屋顶，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德鲁和加拿大打的话，不一定是飞来飞去，因为他们两个的身体都非常强悍，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起跳。你看，真球员就是不一样。哎，你这样讲，我这不是能接受了、哦。为什么？你是更真的球员。真球员。比赛继续，九分钟。鲁峰，球在你最喜爱的34号的手上。哦，这边完全空位的机会，投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三步三。哦，残暴！啊，无意义的犯规啊！这有时候小个子跳起来是非常吓人的一件事情。脚在空中可以转好几圈，看到没有？又要说嘛，踢腿可以踢50次，对，空中踢腿可以50次，换手换20次，换手。我告诉你，鲁峰是花式上篮的高手，哎，是吗？花式上篮，他空中可以喝杯咖啡或奶茶，然后再把球放进去。720度上篮，720度上篮。哇，又是反抢 ，and one， 这个球犯规 foul。我们看到加拿大队叫了一个暂停之后，我觉得我们没有听到教练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肯定有一句话就是叫他们加强强度。是。这小个子的身材真的是太爆炸。就是4-9，7分半的时间，但两罚都进去。34号三分，我队友抢投三分没有，在一起，没事，盖帽，自己来，4-1，5-1，这个速度是5-1的状况。教练满意，观众不满意而已。法拉利开车，又是抢断，又被抢断，再来 Alex。这一次，哇，还是不进，没进。今天篮筐很拒绝 Alex， 绝对。我哎，这个脚步好像，这个脚步有一点，有点迷幻，对不对？有点迷幻，踏的有点离奇呀、啊。哎，我看的有点醉。现在又到了赛点，真的，加拿大比赛就是不知不觉又到赛点。是，哎，不过是说，抛投。这抛投，哎呦，捡到个篮板，哇，篮板拿到，球就是拿不住，断掉，3-1，哦，这次到了，比赛结束，残暴，太残暴了，这比赛，来吧，按照 Jump Time 惯例，比赛结束，掌声给到澳大利亚，给到加拿大，感谢他们的比赛。